清乾隆时期出现过两位围棋巨匠，范西平和施湘夏，两人同乡同龄同学，同一个师傅，情投意合，肝胆相照，被后人称为棋坛的李白、杜甫。二人横扫南北无敌手，然而他俩孰高孰低，谁才是天下第一的大国手，却成为强烈的悬念。乾隆四年，二人终于在浙江当湖一战十局，这十局棋出神入化，回肠荡气，至今仍被公认为古朴中的极致。逃出京城的范西平，为躲避朝廷的缉拿，一路隐姓埋名，绕道返回家乡，途经汴州。马贵儿，五湖西楼的规矩你是懂的。孙爷，我真的输光了。那就按老规矩办。你真好，老子叫师傅来收拾你。还嘴臭，敢问你师傅是谁呀？说出来吓死你。他就是大国手范西平。你小子说梦话呢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哟，客官，您是住店还是普通客房？但要清静。好嘞，这边请。客官，楼上四号房。好嘞，客官，脚下留神。客官，您住店？普通房间，要清静。好嘞，客官，这边请。大嫂，大嫂，快快快，下来！你怎么做这样的傻事儿啊？受了什么天大的屈辱，就当是被疯狗咬了一口？
先生误解了，是我家男人。你家男人？他怎么了？他赌输了钱，被关在衙门里，官府让拿钱去赎人，可是家里穷的连锅都揭不开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快跟我走。先生怎么了？啊，不关你的事。好了，你快去救人吧。20两够了吧？谢谢先生。谢谢你。大嫂，大嫂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救人去吧，去吧。拿来，官爷辛苦了，老子有毒本，我不让你去赌，拿来，给我了。抢什么抢？小娘们多卖几次，不是啥钱都有了吗？说，银子哪来的？是好心人给的。天下哪有那么多好心人？是奸夫给的吧？不要脸，臭娘们，老子休了你！真是好心人给的，我是清白的。客官，店里进贼了，快看看丢了什么没有。我终日闭门不出，能丢什么呀？啊，好快的手脚。客官丢了什么？一块好玉。那可是贵重物品啊，我们就去报官吧。哎，不不不不，不要报官，你们走吧。哦，好，那打扰客官了。好奇怪啊，对面房间的客官丢了银子也不让去报官。是啊。烦不烦啊？我说了不用报官。先生，是我。先生。怎么是你？我是来谢先生救命之恩的。这时辰来谢我？你丈夫救出来了？是我家男人，他叫我来。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回去告诉你男人，他混账。我对不起先生。赠迎之事不必言谢了。识人不图报，兄台真君子也。啊，原来兄台也喜欢黑白之道啊。哎，我们回家吧。请问兄台大名？其无极。在下吴文玉。齐兄，这江湖行棋按规矩是要挂彩头。哦，挂多少？我刚才丢失的钱袋里还有200两银子。
哦，吴兄想在我身上找回那200两银子，爽快。若你输了呢？我眼下已身无分文，不过我身上正好有一块好玉，只怕你赢不去。如此说来，我的玉也要从吴兄身上找回来了。齐兄，你这两手是想模仿范西平的神来之笔，不过东施效颦，成了无礼之整。这么说，吴兄跟范西平对过局？没有，不过范西平的棋谱吴某仔细研究过，那可真是横空出世的奇才，我等望尘莫及呀。吴兄莫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在下看来，那范西平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你见过范西平？没有。怎么了？范西平抗旨出逃，朝廷上下正到处抓他。什么范西平、范东平，我都没见过。看招！妙手啊！吴兄慢慢想吧，在下如厕去了。吴兄还未想出良策，我那200两银子回报。在下如厕去了。在下如厕去了。
齐兄，胡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的银子自己又回来了。什么？难道说这银子自己也长了腿不成？啊？哎呀，齐兄，哎，等等，打打打，齐兄，等等等等，齐兄，实不相瞒，昨夜银袋被盗，我身无分文，只好粘着兄台沾你的光了。哼，吴兄倒是爽快。只可惜啊，在下现在也是囊中羞涩，正想去哪儿找点银子呢。哟，客官您出去啊，二位慢走啊。七兄古道热肠，可如今谁又来帮你呢？啊，快来下注了！好，开，说，好，摆定离手，开，说，慢，这摇桶有假。我怎么有假了？你说没假，说吧，说。我们俩赌赢，混账！来人，在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慢，遵义，这位朋友是初来本地吧？敢问是何路英雄？英雄不敢当，只想做把庄，赌一把。赌多大？一百两。好，跟他赌。银子呢？这块玉，不止一百两。江湖规矩，除了真金白银，随你什么玩意儿，只要进了场子，折价一半。啊，对对，我这儿还有块玉，也压在这儿，回头来赎。还是说，我可瞅得清楚，六颗子儿，一个也没露出来。就你这手法，还想蒙我？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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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算。为什么不算？你讲不讲道理？孙爷，这雕虫小技微不足道，让孙某来应你一手。单还是双？单单单双单单单，哼，错。啊？怎么？这这
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哎呀，就是。大伙没错，的确是丹。哎呦，哎，这是丹，是丹啊，真厉害！这位朋友好腕力啊。不过，此乃棋楼，不是镖行。朋友真有雅兴，咱们棋盘上见功夫。朋友若赢了，这100两银子，朋友尽管拿去。就冲孙爷这话，请。楼上请。孙爷才爽，爽，孙爷先请。混进来的，来，哼，那几个大傻能防得住我吗？哎，大哥，你看啊，这白子先走，黑棋他能不能活？这好像是范西平的棋谱。算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大国手范西平。你是范西平的徒弟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今天就见识见识你这范西平的徒弟。慢，要是你输了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嗯，要是你赢了，我就拜你为师。那范西平呢？哎呦，就捉黑棋晕厥，本局打挂。大侠我错了，大侠我错了。这是干什么？又是你们！小人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大侠，小人给大侠赔罪，你把银子还给小人吧。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取走银子以示惩戒。神偷赛时签，又是赛时签。慢着，你们以为我是赛时签？求大侠可怜，把银子还给小人吧。哎呀，真人不露相啊，真没想到这位大哥还是飞檐走壁的大侠呢。去，一则我不是什么神偷，二则我现在身上没有银子。哎，你们这大侠，哎，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。这样，明日你们到客栈去取银子，好了吧？多谢大侠，多谢大侠。快快回去吧，去吧去吧。哎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呐，你看上这楚楚可怜的小娘子啦？嘿嘿，哎哎哎，你还没认输呢。看清楚，你输了。哎哎，孙爷想毁棋呀？怎会毁棋？这棋没摆正吗？孙爷这一手的确是没摆正，好大的漏勺啊！本爷这一子下去，孙爷的大龙就活不了了。孙爷果然老谋深算，这漏勺里暗藏杀机。幸亏本爷眼明手快，否则就上你老当了。
家。断。叫吃。孙爷这么快就认输了，拿银子来送二位朋友。蔡丹霜能玩成这样，太神了，神了。兄台见笑，若不是你那几手妙招，今日吴某就在劫难逃。哎，我就要跪在大门口顶棋盘喽。这蔡丹霜啊，以前。师傅吃饭怎么不叫上我呀？谁是你师傅？你呀、啊！哎，你赢了棋想赖账啊？嘿，我只听说输棋耍赖，还没听说过赢棋赖账的呀。就他，他说赢了我做我师傅的，你赖账你。你是什么人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三宝，怎么啦？哎呀，一看就一个小叫花子。臭烘烘的。哎，你也配当七爷的徒弟？我又不是你当师傅，你多什么话。嘿，你这小子嘴还不饶人呢。嘿，这不是你这个臭要饭的吃的。你放下。你跟我一样吃白食，是我师傅请客。你有银子吗？臭要饭的，你怎么知道我没银子？大爷，我今天刚赢了100两。哟，脸皮还真厚，还敢说是你赢的，明明是我师傅赢的。三宝的嘴啊像刀子，好吃吧，来来。孙爷，我打听到了，讲那两个家伙住在风月客栈，跟孙爷赌棋的叫吴文玉，是个外地商人，另外一个叫戚无极，是个赶考落地路过汴州的秀才，他们也是刚认识，齐霍霍马贵也不知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。大哥，去把马贵找来。是。齐兄，在下乃是曹帮二祖前建的大弟子，江湖神偷赛时迁跟曹帮斗气，偷走了三祖的金兰宝铁，在下寻迹追到汴州，误将齐兄你认作是他，今日见了七兄的好手段，方知走眼，多有冒犯，吴某向七兄你赔罪了。我早就看出吴兄非同寻常，曹帮大弟子，好，痛快，痛快！这酒，在下干了。哎，师傅，曹帮是什么东西啊？孤陋寡闻。曹帮乃是当今江湖第一大帮派，声名远播，威震江湖。哎，且慢，七兄，这杯酒还不能喝。为何？七兄若看得起吴某这个江湖朋友，也请坦言。我自然不是什么赶考落地的秀才，只因不肯与我那兄弟师乡下争棋斗胜负，所以违抗了圣旨，擅离京城，逃到江南，因怕皇上缉拿，故改名换姓，绕道汴州，只可惜始终是形迹可疑，还让吴兄当成了贼给盯上了。在下真名范西平。你就是大国手范西平？什么大国手？范西平正是在下。你身上戴的这块玉就是江湖上传说皇上御赐的那块玛瑙玉牌坠？是啊。兄台若不嫌弃，吴某斗胆相求，可否与兄台结拜为兄弟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范某承受不起，能与你这样的江湖豪杰结为兄弟，是我范某求之不得呀。三宝，三宝，快去买三炷香来，以后啊，我就是你师叔了，我会好好关照你的。脸皮厚。哎，
吴兄莫急，改日我们找个关爷庙再拜不迟。哎，不行，改日啊，我怕你变了主意。哎，他不去，我去。哎，喂。七先生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来谢七先生啊。擅自为之，有什么好谢的？七先生头一回来咱汴州，怎么不出去游玩？小人给您做向导如何？真的？是。行啊，我正闷得发慌呢，你等等啊。三宝，三宝，这小子又跑哪儿去了？我们走吧。七先生，来，哎，你看那儿。啊，哎，七先生，你看，我刚才跟您说过的王老爷就住在那儿。王老爷，这王老爷是何方人士？从前在京城做翰林大老爷呢，旗下的出神入化，五湖七楼的孙老板都不敢跟他较真儿呢。哦，如此说来，我倒是要去拜会拜会他。老爷子身体不好，喜欢清静。那，哎，要不我带您去试试？好啊，走。先生请。师傅。范兄，范兄，哎，三宝，你师傅呢？哎，棋谱，你还看棋谱？臭叫花子，你看得懂棋谱吗？你看得懂，你看得懂，你怎么做不了棋王？嘿，老子不愿意做棋王。哎，你不是去抓赛时迁了吗？哎，又白忙活了吧？那也饶他多活一天。哼，就你那傻样，想捉住赛时迁，你做梦去吧！臭小子！哎呀，嘿，知道厉害了吧？啊？你说一声爷爷饶命，我就给你解开穴道。
说，快说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开个玩笑，你何必当真呢？我给你解开。混蛋！滚！哎呀！哎哎哎哎哎好酒，嗯，来，嗯，进去看看，走，走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还笑啊？你们真太不够意思了。谁呀、啊？谁在偷看呢？哎，马贵儿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不是我，正好叫他过来给评评。走吧，请吧，快进来。几位夫人都在这儿。哎呀，马贵儿，你来了，你快过来看看，来看看。哎，马贵儿，马贵儿，你快来瞧瞧，这手棋该不该冲啊？什么呀，这棋呀明明就该粘。不对，应该断。马贵儿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可不敢搬弄幕府啊。我来，这位七先生才是高手呢。哎，怎么没见过这位七先生啊？高手？七先生是高手？那您能下得过我们家老爷吗？七先生，快救救我们吧！我们呐都快输光了。怡红妹妹太狠了，七先生杀杀她的威风。嗯，既然七先生这么厉害，那您今天可要帮帮我了。来，来，您坐这儿。您呀，先帮我杀杀怡红妹妹的锐气。七先生像英雄救美吗？看清楚点，甭说您，就是范西平来。也休想翻盘！你说范，既然小夫人这么说，那在下倒是要试试看，究竟比不比得了那个范什么菜什么的。诸位夫人刚才说的都不对，这局棋最佳的应手是尖在这儿。如若他继续强吃，我们就冲下去杀他这一块大的；如果他退回做活，我们就顺势连回这块死棋，这一招攻守兼备，诸位夫人的棋翻盘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七先生，您可算是帮了我了。那我呀，就下这儿。不算，不算，为什么不许耍赖？就是不算，他偏心。我哪里偏心了？那依小夫人看，怎么才算不偏心？你跟我下，让四子。哎呀，怡红妹妹，你又输了！哎呀，输了输了，你又输了！怡红妹妹，你都输光了吧？赌本输没了吧？你今天可算碰见克星了！你们欺负人！时候不早了，不打扰各位夫人休息。马贵儿，走。那可不行，人家好没面子。我要你输一盘。
怡红妹妹啊，你都输光了，还拿什么赌啊？就是啊，就是啊，我。哎，他干嘛去了？他干嘛去了？又有什么鬼点子了？就赌他。这个算是多少钱呢？嗯，三毛，你师父还没回来呀？看什么看？贼眉鼠眼。这个范西平啊，真是有眼无珠啊！你装啥？不让你装！别别别打！别打！别打了！别打！别打！你呀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？哎呀，可笑范大国手啊，收了个徒弟，连男的女的都没有分清楚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准告诉师父。哼，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准。你要是敢讲，我跟你没完。嗯，感情啊，徒弟对师父有想法了。哎，三宝，我跟你说，这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。你这个臭嘴，我让你胡说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好，我不讲，你自己跟你师父讲好了，你自己去讲去。滚，你快滚。叫吃。嗯。啊，这么大一块都吃了，那还能不输？哎，认输认输认输！我赢了，我赢了，厉害厉害！愿赌服输，不够呢。你这花瓶最多也就值20两，既然小夫人说不够，那齐某再加一倍。齐先生，还差得远呢。还差得远？那夫人想要多少？戚先生，这花瓶里的东西少说也值1000两。我，哎呀，白棍儿啊，棍儿，哎，竟然有没有银子？以红妹妹，没有啊，这没有了。戚先生是水人，怎么能让人家拿那么多银子呀？是啊，妹妹，你看咱们好歹也得给戚先生点面子呀。算了，好妹妹。要让老爷知道了，恐怕也会不好意思的啊！戚先生说过愿赌服输，我刚才输了那么多，你们怎么不吭声？怎么办呢？夫人，我今日身上真没带那么多，明日给夫人送上如何？行啊，不过戚先生总得留件信物，万一戚先生一去不复返呢？我这块玉抵夫人的赌彩绰绰有余，压在夫人这儿，放心了吧？我不管它值钱不值钱，只要戚先生明天来赎。夫人放心。三宝，范大哥回来了。哎，来了。美人如玉，剑如虹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大哥，你中邪了。今日范某遇见了一个奇女子，甚是高兴。这女子闭月羞花，柔情似水，如此佳人可真是可遇不可求啊。大哥，你何必当真呢？其实啊，三宝的才是。
能让师傅动凡心的女子一定非常出色。哎，师傅，明天我可否跟你一同去看看呀？嗯，去，都去，吴兄也去。鬼迷心窍。可是短时间内要筹1000两银子，着实难办。办法倒是有啊，只是……岳大明如雷贯耳，久仰久仰。吴兄抬爱，过奖过奖。来，请坐。于爷请。看啥？吴爷，请用茶。老爷，请用茶。嗯，请，请。不知曹帮朋友远道而来，有何贵干呢？实不相瞒，曹帮三祖结拜时的金兰宝铁被江湖神偷赛时迁给盗去了。据查，赛时迁已逃到汴州地面，吴某专程赶来缉拿。吴兄若需援手，尽管吩咐。不怕于爷笑话，吴某途遇变故，特来相见。哈哈哈哈，吴兄不必客气。需要多少？1000两。吴某回到曹帮，立刻奉还。这笔钱数额太大了。于某啊，于爷若信不过在下，吴某便留下一件信物。哎呀，吴兄何必如此呢？传出去，江湖朋友会骂死于某的。来人呐，给吴爷拿银票来。吴某不言谢。容后图报。嗯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看美人去喽。大哥，那怡红姑娘比三宝还漂亮？当然。比三宝还白？肌肤如雪，吹弹可破呀。哎，老提三宝干嘛呀？这雌雄岂能相比啊？姓吴的，你又想生事是不是？小心我揍死你。上车上车。什么破园子呀，还世外桃源呢。大哥，你找错地儿了吧？不没错，我就是在这个亭子喝的酒，在那间屋子下的棋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喂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哎呦，我好害怕呀。师父，你的怡红美人变鬼了。师父啊，我看你心里难受，我给你背首诗解解闷儿吧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大哥，马贵找到了。哪儿找去？做了亏心事，还不躲起来？那我可是栽大了。江湖骗术啊，这叫美人跳。其实你昨晚对我一讲，我就很怀疑。
怪不得马贵拖拖拉拉，他就是想等到天黑再到那儿，让我什么都看不清。嗯，哎，不对呀，那个小红你可看得清楚得很呐，肌肤白白，眼睛大大，闭月羞花，柔情似水，你可一点都没看漏啊。哼哼，就你话多。吴兄，还有那酒也有蹊跷，那酒我一喝头就晕。哎，那个酒用得着下药吗？一个小红就把你弄得迷迷糊糊了。你三宝，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。大哥，马贵只是一个小混混，他没有本事做这么大一个局，主谋一定另有其人。嗯，三宝，摆棋。哦，我与小红总共下了四盘棋，每一盘棋的开局都是这样。吴兄请看，白子断，黑子叫，白子连，黑子再叫，白子搬，黑子断，白子长，黑子叫吃，白子再长，黑子跟。特别是这一手，表面上露出破绽，其实暗藏杀机。吴兄你看，这像谁的棋？五湖棋楼的孙老板，跟我上回与他赌的那盘棋一模一样。好东西确实是宫中御用之物，稀罕着呢。老爷，赏给我吧。我都轮不上，还轮得到你？你，哼！好，你早点睡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果然是冲着他来的，幸亏我多个心眼儿。怎么是个孤儿啊？大爷，我可不傻。好啊，连我都骗。吴兄，三宝，吴兄。师父怎么了？范兄，什么呀？孙某移红同床，玉坠转手他方，再时迁。哎，果然是姓孙的。原来师父的红颜知己是姓孙的女人呐，偷鸡不成蚀把米呀。你。真奇怪，你不是要抓赛时迁吗？他为何要帮我们？嘿，想讨好我呗，没门儿！哼，你就会吹牛皮，你逮得着人家吗？师父，就算那个玉坠在姓孙的手里，咱们怎么要啊？想我范西平走南闯北，经风见浪，怎么能在这条阴沟里翻船呢？大哥，你有主意了？哼，我们可以照谱打谱，也玩他一个美人跳。哎，人家都是玩这一套的行家老手，你能骗得过他们吗？不但要骗过，而且还要故意露出破绽，让他们明明白白的往里跳。好主意，这不叫美人跳，这叫骗中骗。嗯，我经过反复推敲，胜券在握，可是还有一个难题没解决。什么难题啊？我们不也需要一个姿色出众的年轻女子才能成事？范兄，你怎么舍近求远？在这屋里就有个现成的美人在呀。嗯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大哥，你仔细看看，三宝，哎，三宝，清秀俊俏，哎，如果
三宝装成女人，看看，哎，好好看看。放屁！胡说八道！看看，我看看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别相信他的，他胡说八道的。嗯，有点意思。宝贝的很呢，摔坏了你怎么赔？少奶奶，我是不小心的。你去翻别的。抬过去。啊。果然是有物。来，快点。珠圆玉润，世间少见呐。鄙人姓孙，对面那七楼就是鄙人开的。这还有箱子呢。啊，好好好，都拿吧，都拿，都拿。哦，原来是孙老板呀。难怪识货。好了，把这收拾干净。怎么不见你家老爷？扫一扫。他常年在外做生意，少有回家。那轻点放。你与何人手谈呢？哎，只能自己摆弄着玩，一个人解闷而已。那有啥意思呀？妾身自幼爱棋，遗憾没有名师指点，至今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夫人若不避嫌，鄙人愿意上门指点，如何呀？这么说，孙老板也是高手？不敢说独步汴州，能在我之上者，怕也只有一人呢。怎么好劳烦孙老板呢？鱼上钩了。夫人告辞。哎哎，想不到三宝还有装女人的本事。孙老板有眼无珠啊。哎呀，孙老板的棋下得太好了，让我两子我都输了。你让我三子吧。让三子你也要输。那就让我四子。夫人再输怎么办？我要是再输，孙老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可不许反悔。夫人的手好白呀，十指尖尖，嫩如笋呐。夫人，嗯，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该早点歇息了。有事我自会叫你的，出去。是。奇怪，你家下人怎么敢管你啊？哎，不瞒孙老板，他是我家老爷的远房亲戚，老爷常年在外，所以他怕我。明白了，夫人，你家确实不方便，明天去我骑楼吧。一个女流之辈，去骑楼抛头露面，不成体统。骑楼后边就是我家宅院，你可以从后门直接进来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怎么叫神不知鬼不觉呀？人家只是喜欢下棋，又不跟孙老板做什么坏事。对对对，就下棋，不做别的。嗯。崔先生，请您以后别来了，免得我家老爷回来骂我。红杏要出墙，哪个管得住啊？走了，走了。哎，周老头，骗的啊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
哎，啊，哎。夫人，哎呦，孙老板，听说在这汴州还有个人比你下的更好，他是谁呀？是我的结拜大哥，人中之龙，豪爽得很。真的呀？那我也要见识见识。我大哥轻易不出手，赢了我才能见到他，这是规矩。那孙老板输给我不就行了吗？夫人说得轻巧，要想赢我见我大哥，这棋就有两条规矩。哼，出规矩还真多，那你说来听听。第一，这棋必须在公开场合下，还得请中人立子曰，这是大哥自重身份。我管他什么场合，我就要下。哎，一个女人抛头露面不成体统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那我装成男的不就行了吗？好，就算如此，不过这棋还有一个理儿，要刮大彩。夫人，你出得起吗？多少啊？三五百两总是要的。否则阿猫阿狗都来凑热闹，咱有那功夫吗？不过夫人可以例外。怎么个例外呀？哎，夫人不用押银子，敢不敢把自己押上？好啊，你真坏，人家不跟你下棋了。哎，夫人，怕输了不是？你还信不过孙爷我吗？那你的意思是要我下？你不就想赢大哥的银子吗？怎么是你大哥的银子呀？他可是这棋楼的大股东。哦，你真坏，你用别人的银子来引诱我。这不就两全其美吗？到时候夫人可要记住孙某的情谊哟。嗯，哎呀，丑棋哪有这样下的呀？哎，三宝，哎，你看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靠。这个呢？断。哎，吃啊。三宝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哎哎，可是我往哪靠，断在哪儿，吃什么呀？你真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那你之前装模作样看什么棋谱啊？你管得着吗你？哎，范大哥暗中支招，我还知道往哪下，你连往哪下都不知道，完了，完了，明儿你肯定回不来了，老老实实做人家小老婆去吧。废什么话你？有了，吴兄不必为难他了。你也是知道什么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吧？那怎么办呢？吴兄的定情信物还在吗？明天就看他了。时辰已到，肃静。哟，这小哥是谁呀？五湖七路老板和张家小官人自愿赌棋，张氏以身为柱，如输任凭孙氏处置，孙氏如输
按张氏身价赔付，不得反悔。请。棋局开始，请二位猜先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单。看看。单，张氏直白先行。于爷，这是他们的棋谱。孙老板，你可别忘了昨天你说的话呀。夫人莫说话，到时候你自会感激孙爷。于爷，那小娘们不行了。我看看。哎呦，还没吃定吗？你懂个什么呀？二弟一会儿啊，就会使出我们的绝招来。那个小娘们啊，一会儿一定会顺藤摸瓜，想占大便宜。二弟啊，只要在这儿，一叫吃。这一手，夫人请看好了。叫吃，叫吃。冲！我叫吃你。吃就吃呗，我让你吃还不好吗？怎么，你不吃啊？你不吃？我可接上了。
好棋，好棋，妙哉呀！悬了，可就！我跟你说，看见没有？这小我看你还怎么美呀？提醒二位，时间所剩无几，该我下了吗？昏头了是不是？就等你呢。这不容易，还下呀？你输了。谁赢谁输，棋盘上讲。你以为吃掉我这块大棋，你就能翻盘吗？孙老板，你看走眼了。我这块大棋，你吃不住。不对，我怎么会看漏这一步？不对，这儿少了颗黑子。黑子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就这儿，我自己下的。这明明有颗黑子，把两块白棋断开了。大伙儿都看清楚了，我下这棋的时候有没有黑子啊？没有，就是你偷的。孙老板，输棋耍赖也不能血口喷人呐。大伙儿都说说，棋盘离我这么远，谁看见我伸手去摸过棋子？是啊，人家小哥的手根本就没动过。没动啊，就是。那就复盘，看看这儿究竟有没有黑子。慢，先断了输赢再复盘，这是规矩，免得搞乱了盘面，有人胡搅蛮缠耍无赖。对呀，说得对，先断输赢再复盘，是这个理儿吧？复盘也好，事情总得弄个明白。来人，在。杜明总，我一定要送出这颗黑子。哈哈哈，孙老板。你技不如人，愿赌服输，此乃是天公地道。难道你要明火执仗，聚众抢劫吗？井底之蛙乃至天地之大。姓孙的，别说这位小哥能赢你，今日场中还有人能让你九子，你信不信？大哥，吴兄弟说得好啊。鱼也。二弟啊，这盘棋你就认了吧，你确实技不如人呐。不过并非不如这位小哥，而是不如他。二弟，把银子给这位小哥，我有话要问这位七先生。刘管家，哎，没听见，把银子给他。怎么给啊？找身价赔偿给他们，他能值几个钱吗？一百两撑破天，听见没？到柜上去领一百两吧，撑死你。好，孙老板你也太小看人了。小后生厉害。我既然以身相压，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是赌注，如果我输了，应该全赔给他，对不对？那当然。如果他输了，应该照样赔给我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好，你看看这些值多少银两，估个价吧。对了，还有张银票，不多，一千两。玩得漂亮。徐先生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
于某知道你是冲着什么来的。哦，这么说东西在你这儿。哼，是不是他拿回去很容易，只要赢了我于某人，痛快西某奉陪。行，妈，既然要赌，咱们得挂大财立规矩，你要赢了，于还是完璧归赵，我要赢了，这个小哥就归我了。悉听尊便。月，这棋不能赌。岂有此理呀、啊！他是你朋友，孙老板那是我的兄弟，你要撑着他，我就不能为兄弟撑着，给他汴州棋坛赚回面子吗？滚开，把他赶出去。这个你月，你五兄要给我叫板。哎，慢，放肆！月，不能赌，你可知他是谁吗？跟你说过了，就是天王老子，我也笃定了。月，他就是大国手范西平。那块玛瑙玉牌坠就是皇上御赐给他的。
三宝，怕我揭穿，跑了。大哥，你可记得赌棋时的那一声雷响？响过之后，棋盘上就少了一颗黑子。那手法，那敏捷，岂是一般人所能？我可看得清清楚楚。原来如此，吴兄，那你准备怎么处置他？当然带回去交给三祖，拔他的皮，抽他的心。不行啊，不准你动他！你跟他非亲非故，萍水相逢才几天，干嘛要护着他？不是我护着他，是他处处帮着我们，护着我们。那是帮你，我都闹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帮着你？对啊，他为什么要帮我？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你啊，好好想想吧。我叫三宝。闭月羞花，柔情似水，你可一点都没看漏啊！还就还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啊，就他，我明白什么了？三宝，他是个女的。我的傻哥哥，你终于明白了。他，三宝，你在哪儿？三宝，你在哪儿？三宝，人家在等你呢。哎，去，快去！哎，吴兄，你真不带他走？他是你范兄的人，我能带他走吗？那你怎么交差？哎，三宝已经把金兰宝铁还我了。其实啊，都怪曹邦自己管束不严。有些弟兄胡作非为，三宝打抱不平，才偷了金兰宝铁戏弄曹邦。嗯，那我现在就走。哎，快去，走。三宝，三宝，范大哥，三宝走了。三宝爱慕大哥的棋品人品，本想终身厮守，白头偕老。又恐大哥为我分心误棋，平添遗憾。江湖儿女，四海飘游，相逢是缘，不求永久。玉牌，三宝带走，陪伴终生。三宝，留下三宝多年积蓄，愿君以棋行道，青史留名。三宝。
三宝！范先生，马贵知错了，我给您赔罪来了。好，你们随我到客栈去取银子。不不不，范先生，我要是再要您的银子，我还是人吗？我是来告诉你，马贵从此戒赌了。他说范先生是他最仰慕的人，他要在您面前起誓。先生，您怎么了？戒了好，戒了好。大国手范西平一生再也没有见过三宝，但直到离开人世之时，他身边依然藏着三宝的那束黑发。